空拍机清楚拍下本来翠绿的山头，现在一大片光秃秃，靠近一看更夸张，大量的土石从山上冲下来，直接掉在马路上。 工程人员靠着重型机具抢通马路，只见这个大石头比人还要高。这也是台十六线明水路段，因为连日的大雨，凌晨发生了土石流。本来是地是像这样的，啊，那里有一条路了，而且连路都崩了呀。不止马路受到影响，铁路也被波及。哎，帮上，隧道口有那个土石流。 火车停在吉吉车站，动也不动。原来这场坍方也影响到台铁吉吉支线。从这张照片来看，最清楚部分的土石冲进隧道覆盖了铁轨，也造成结构壁被挤压受损。对，要有报纸显示12点左右会通嘛，12点。所以现在还是没办法。对。那你们要预计要怎么过去呢？ 我们应该就接驳车过去。为了安全起见，车程到吉吉站交通中断。台铁确定隧道安全没有问题后，急忙进行抢修，希望可以在15号的早上8点恢复通车。三新闻吴坤宇南投报道。